吉米，我让谁出来谁就出来，你又出来，哎，老大进来，我放，啊，来老大来走，来，只有小明能出来啊，明儿。啊，家们想吃榛子的啊，东北鲜榛子，东北鲜榛子，家们啊，39.9元/斤啊，59.9元/5斤鲜榛子啊，5斤鲜榛子啊，有想买榛子的好朋友们，待会儿我可以拍一单榛子吃啊，真的好吃。是肉干先动手，来，你先看看迷糊，你先试试迷糊，让迷糊坐你旁边，你让迷糊听不听你的？来，迷糊来，坐，过来坐，坐。榛子怎么吃？榛子直接夹开就能吃啊，生的家吗？啊，不是炒熟那种，啊，生榛子就跟吃生花生一样。坐。啊，家们。过来上这儿来坐。吃过生花生吗？跟他吃生跟生花生一样的啊。上这儿来，迷糊。木耳多少钱一斤？木耳是53.9元/斤180克55一斤啊。不许动，不许动啊！我让你吃，你才能吃，听没听？这不就好了吗？啊？好了，别动！我让你吃，你才能吃，听没听？我不让你吃，你不可以动。我放这儿吧啊，不可以吃，不可以动。不能动啊！我让你吃，你才能吃，听见没？你瞅我干啥？你瞅我，瞅着我，不可以吃啊！你没有准备抢了啊！不可能，不可以动。我不让你动，你不能动啊！你说吃，你说吃，他就抢了。吃吧，明勇，吃吧，吃吧。不可以动。二。我让你吃，你才能吃。三。哎，不可以，不可以吃。三。你看，你说话不好使。你说话不好使，害得是我说话。你别说话，你一说话啊，你不说话他就听我的了。你再放这儿。过来坐，坐，过来，坐，坐下。我放这儿不可以吃啊，我让你吃你才能吃，不可以吃。你这样吃都不带吃的。你跟他吃吧，你说吃。3, 2, 1，你看他不吃。你喊三，大声喊三。三。你看不吃吗？再喊三。三。迷糊。是喊三好使。喊三好使。瞅我的。这有特殊口音啊，我的。啊。特殊口令，这叫特殊口令啊！小迷糊蛋的人本身就听话，人家小迷糊蛋是按套路出牌的狗。迷糊蛋子，你看，你看脑袋去吧。你看脑袋。你看我，你说我就这么的啊！我出去了，小迷糊不带吃的，信不信？小迷糊肯定不吃 ，seven 肯定吃，小迷糊应该肯定不吃，你们信不信家吗？啊？啊！你给小明变个魔术，你给小明变个魔术，你让找，哎，你给他变个魔术来，你给变魔术，给变没他吧，肉干。变没？对，你让做好了，让做好了，给小明变个魔术来，给明给明变个魔术来，我看你魔术功底行不行？啊！我看你怎么变魔术啊啊啊！走啊！好啊！
握手啊？没了，找去吧。你找找，跑哪去了？迷糊啊？跑哪儿了？给人找。我操，找着了，你就自己找着的，找着，你得夸他，夸他，真棒，来奖励，夸好狗。来，我试我的。木耳23.9，180克，55一斤啊！家人们，咱家东北黑木耳55一斤啊！你还得出去啊！我出去。你试出去。小迷糊，你在对你在这儿，你以我这身，你让他吃他都不带吃的，不可能啊！那啊，小迷糊，老爷给你往这放个肉干，谁让你吃，你都不能吃，知不知道？听不听明白？听不听到明白？听不听到明白？谁都不能吃啊！喊三也不行，也不能吃啊！明白？我不在家，我告诉你，谁说话都不能在吃啊！家人们，你就看我一会儿咋让他打脸的，看好了。你敢吃，你试试明白？关门了，明白？三。你看我说啥来着？他可能我说啥了啊？吐了！你知道吗？他妈在骂你！我说的不是啊！你妈啊？他刚才是不是骂你了？哎呀！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！一边吃一边骂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要再吃的话，你看我怎么揍他！你看我这回我不说三，他也得吃。不能说十啊！我不说三，他也得吃。谁让你吃就不能吃牛啊！看好了啊，一会儿打他脸。我来瞅着，他肯定不带吃的。你不能瞅。你不说，迷糊，你看，我都不用说话。你看，又骂上了。挨干了吧？你看挨干了吧？那我说话不好使啊！我说话不好使啊，明娃啊！我说话不好使啊，明娃啊！我跟你说话了啊！你说啥？我是不是你姥爷？我是不是你姥爷的明娃？疯了，急眼了！你是不是疯了？
啊，猕猴桃不行，猕猴桃不行啊，没事，它不能咬我。快点啊，挂了。接下来也不怕它你咬你，咬你嘴，它不可能咬我嘴。我跟你说家人们，他肯定不能咬嘴，他顶多咬我脚，顶多咬脚，给你踢踢灰指甲、啊、来下一位，下一位换老大来。